家好，今天的科技资讯有：三星正在研究一种新技术，把手机嵌入到一个包含键盘和显示屏的底座上，秒变电脑。这意味着手机可在双系统中无缝切换。三星是看准了设备一机多屏的趋势吧？你喜欢这种变形金刚吗？外媒称，摩托罗拉即将推出的 Droid 系列新机将有望采用 UM 柔性屏幕，新机代号为 Kenzie， 将配备 5.43 英寸 2K 屏。曲面屏手机除了三星 S6 Edge 和 Note Edge 外，似乎又将新添一员。CES 生展上，加拿大的 Tinkering Digital Pro 3D 打印机采用 C 型机型结构，打印头、主板和电机间的走线隐藏在机身中，改变了 3D 打印机粗大、笨重、简陋的旧面貌，荣膺最佳 3D 打印设备。昨晚，支付宝在官微回应支付宝无法使用的问题，表示是因为网络光缆被挖断，而致使系统故障。虽然钱包并无大碍，但什么工业 4.0 什么互联网加，竟然抵不过传统行业的一铲子。那么挖掘机技术到底哪家强？每天一分钟，我们明天见。